执政者他的决策还要去寡归，你觉得那个决策会好？
一个决策，真正的决策下去是几千万人 的一个政策，然后他竟然要去寡归来决定要走哪一边，而不是依照统计数据，依照他的专业判断，他却是依照一个几率。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个背后的东西。当然对发展中，很多的王朝一直不断的啊、哦、你看这个时间点，有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390个公国、侯国、宗教、贵族领地、自由邦、自由城市、骑士领地，分了那么多啊、哦、你看这每一个色块都是一个国家，每一个色块啊。所以说你说国家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国家？你去争，你是你去争争头争定啊，你就是国家。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啊，有的超级大的哦，你去争拢讲迄个洛江腔的哦，你去争，你就是一个邦国，一个国家。你跟咱即卖国家的定义是无同款的哦，咱即卖是法治的国家形态，你过去是一种部落形式的国家形态，无同款哦。啊，恁即阵即阵到啊即阵，啊，因两个小姐，啊，即阵的，即阵的迄种头向抬掉，伊就架起来了，他就被统一了，哦，啊，统一你要把对方全部杀掉。因为你没有杀掉的话，对方的后代会说你侵略他们，他们会再回来报复这样子。以前是这样子，我们台湾不是也是这样子吗？你看看塞德特巴莱就怎样？塞德特巴莱有大中国主义了，光有这抗日，我讲在台湾看一下，我在抗日，从莫纳鲁到抗日，莫纳鲁到那发生。那个事件之前，他是跟日本警察合作，要再拼掉他们另外一个征讨的人，一套抗日，不是所谓反对日本的人都叫抗日呢？你在那个部落时代的时候，因为他需要完全征服这块领土，建构那个主权，不得已他要做这件事情，那一定会发生武力冲突。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什么文明啊。所以就这一种，他为了要建构这个主权，他需要征服所有的部落的武力，那他必须要用武力来征服。那这种冲突不称为屠杀啊，屠杀就是你这个地方有文明的，你可以用法用讲的就好，然后来管理。可是你没有做这个动作，你却用枪把他杀掉，这个屠杀。所以犹太民族在德国被屠杀，你也当很怪的，有管理的，啊，你被屠杀，那你讲的，你那过去是不没有语言不通啊，是讲文化隔阂，那没有办法通，啊，就比武力嘛。可是台湾已经建立了文明了哦，到了228期间还被干掉，还那种28被杀害的人。拿着白旗子去投降要弹劾也被杀掉，这你在跟他屠杀。所以用大中国史观的人一直在讲讲啊，较早日本甲恁台拢无咧讲啊，人来台228，你甲恁讲这是屠杀，你根本就错误的观念啦。啥叫错误的观念？因为中国人来讲咱同胞，啊，跟你甲恁台。日本人来无甲恁讲咱同胞呢，伊知影伊是一个征服者。伊原来有武力冲突，买西凶应该因个人买西凶啊。但是这大中国的人来，因71年来的时阵，伊是无咧，伊是来遮掠夺的。后讲伊要一个，那个水龙头，啊，伊壁搭电话讲咧，要有水出来。文明落差足多咧，啊，无水出来，可以讲话讲你这叹气。看到咱做起迄电筒安尼三翕，安尼伫遐转，伊也准讲飞电机，你知影？迄是文明落差足侪，啊来安台，啊迄阵叫屠杀。啊有讲过去讲日本人来时阵讲啥物云林大屠杀啦，啥物宜兰大屠杀，啥物货？你根本是错误的观念，错误的那种史观，然后再诠释这些东西啊。因为没有这种，那种国际法的那种历史的概念在里面。
来，啊，所以哦，你看，什么叫做国家？这个时代的国家是不一样的。那来看这个时间哈，1667年、1763年，这整个世界兴起的三个大强国，这个叫大航海时代。啊，大航海时代，显然也爆发六次战争，为什么？啊，我咧行船，你也咧行船，我咧抢劫，你也抢劫，啊，你我抢着你的，你抢着我的，我当然甲你相相拼。迄时阵，海盗，因拢嘛海盗，哦，因拢是海盗咧。那时候英国哦 ，gentleman， 绅士，拍谁？都是海盗。台湾嘛是啊，咱较早连海湾咧，咧掠海，咱嘛是拢，毋是讲海盗就歹听，因为较早就是。无规矩嘛，啊，我有欠，我著甲你位啊摕挂咧来，啊，你有欠，你来我才摕嘛，啊，你看你摕会起袂嘛，比武力嘛，啊，大家抢来抢去，拍来拍去，杀来杀去啊，大家怎样想的？在很久发来迄个影片，我毋知你有看无？无，迄其实两个台拢共做诶嘛，因为两个要甲布隆台共做，但是伊死后无论啥物人台啥物人，伊拢会飞到彩虹的那个主名的。欸、他们有一个最终的归宿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世修台嘛，是归宿，独林的归宿啊。欸，啊，那个时代就是大家抬来抬去，哦，啊，你注意看哦，1789年时，法国大革命爆发，大家那个时候有一挂欸，爱公平、爱自由、爱博爱，你用就有这个思潮的扩散，你用这个物件吼。你回推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就是无公平嘛，就是无自由啊。所以唔要咧追求公平、自由、博爱，就是迄个时阵无。所以迄个时阵爱主张这个物件。今日台湾就是地位无正常，咱就爱主张咱爱正常。今日若做正常，咱直接就是，咱直接就是超越集团啊。今日就是因为无正常嘛，啊，咱直接咧主张讲。咱爱依据国际法，因为咱找着一条国际法的路线，会当予咱台湾地位正常化。咱的人民的意志若起来，愿意甲即个国际社会、甲美国诉求讲，阮要爱阮家己的国际人格，就是身份，咱讲国际的身份证的意思啦。咱有一个国际人格，啊，无我是啥物人？我摕迄个假的 passport， 我变中国人。啊，所以咱才行这条路。讲咱要行，吼台湾地位正常化的路线。啊，这时阵你看，就是欠债，因才做强债。啊，革命爆发就是贵族甲平民，迄种落差上侪啊，开始感觉，贵族太安尼，甲咱连低，啊，甲咱做奴隶，啊，阮感觉，阮若无啥物自由，阮做啥物会袂使，啊，阮台死人，阮爱红台死，啊，恁贵族台死人，敢若无代志安尼，即种无公平。的金钱上限啊！啊，讲到这吼，最近有一个共产党成立，你敢知？台湾共产党呢，今仔日的环境足适合这个共产党发展咯。今仔媒体甲台湾炒到吼，互咱对军工教育种阶级的种对立关系，足适合共产党。发展的土壤，媒体营造出这种氛围出来，所以共产党比较出现，不是无原因的哦。大家要注意咱即摆社会，你气氛的改变，迄种状态是啥物货？媒体是咧讲这个军工教，哦，啊，你有阶级产生的时阵，我是军工教的阶级，甲我是老百姓的阶级无共款。啊，共产党做生这种物件，大家要注意哦。啊，来，天主教教会在西欧握有极大的力量，有无？你80世纪的查理曼封完了，皇帝当然提莫吉好啊，都有主管哦，你较侪。但是呢，知识的传承几乎都在修道院中进行。什么知识？一个国家有文明无文明？看伊敢有图书馆，因为古早时代唔亲像即卖，古早时代吼，一本册要做出来足久个，一本册就是知识，
你甲存放起来，你甲存放起来。迄人咱才拄仔咧讲诶，火药下摆有关系啊。有一个人吼，伊一世人拢伫遐咧研究，迄猪仔安怎发，安怎生，爱家记录。迄本册就是，迄猪仔诶迄种科学诶知识。啊，以后人要照伊方法做，伊就一个基础，伊咱往这物件更较紧，更较好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小道院有出侪。咱迄个图书馆，拢把这收，迄个册拢收集起来。啊，小法院吼，因为要刻薄，要修饰，拢作刻薄的，拢起拢深山呐，啊，两个山顶伫石头顶拢作歹起。所以当初时呐，战争吼，要啷收袂着？因为一个，迄个将军，啊，要爬山爬去楼顶，放一骹火落来，啊，火化去啊。所以呢，迄个时阵。做些知识拢伫修道院内底被保留下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即种物件到近代互揪出来时阵，哦，因做些知识的省略上面，省略重新检验，省略重新实验，因做些知识的物件挖出来。啊，大英博物馆知吧？大英博物馆因后边拢做些博物馆，因拢一直咧收集世界。古时候的东西，因为它有很多的知识学问在里面。刚才一个古董，现在会当做干呢？伊在去研究讲，现在伊个时阵的人会当做干呢？伊时阵的环境无遐尼好，物资无遐尼好，科技无遐尼好，现在伊一个梯啊，一个刀啊，一个剑会当做干遐尼精致啊？这就是能够逆向工程，会当去把这些知识用出来。这叫何一？中世纪哲学哈，差不多已经达到政教完全融合的状态。哦，这个时阵呢，你做稳定的时阵，你其实知识就可以很稳定的发展。有人会当开出个时间啊，伫遐想讲未来，还是讲这个世界应该安怎运作。所以这个时阵，我一定要讲一个叫做罗马斯拉克啊，阿古斯丁是较接近。希腊罗马时代，当然拢是罗马时代吼。罗马斯拉克那伊把自然法下了，伊把自然法下了。自然法的上，统治者和主权人民之上，在全体人类之上，还有更高的法律，叫做自然法。啊，借自然法影响到后代的人呢，哦，大宪章、独立宣言呐、啊、美国宪法，拢是文明的根源。这种思想，大家拢有读到。啊，所以伫迄个环境呢，比如讲伫国外一个人，伊晓音乐，会晓美术，会晓建筑，会晓科学，会晓数学，一个人会晓读较济。啊，咱即马，一个都读袂了，因为伫迄个时代，伫迄个环境，伊就是安尼，伊就是渲染出来，伫环境就是安尼出来。像啊，一个人伫欧洲，伊同时会晓法语，会晓德语，会晓。意大利语也要英语，啊，我达到想讲嘛，伊个字母的根源都差不多啊 ，A B C D 换一下，字子音换一下，音发展不一样，结构语句结构也差不多，文法差不多，他很容易学习另外一种语言。啊，咱这方面嘛是同款啊，你先学台语、客语，较去学北京语会较紧。但是你若先学北京语，倒当学台语较慢，因为台语甲客语算较古老的、古早的话，啊，咱会当学出几种。啊，咱伫遮，咱加减啊，咱知影咱离日本较近，咱嘛知影讲吼，其实你嘛晓讲日语对不对？袂吗？你知影雅马哈、Toyota， 这毋是日语吗？我头拄讲的，我讲你会晓，毋是讲你真正会晓。对答，我讲你至少知影一挂物件吧，你抓会到吧？人讲若土佬塔，你袂想着猫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叔叔弟啊，恁这种伫咱的环境内底，因为咱离日本足近，咱这种物件拢吸收着，迄是伫文化内底吸收着。啊，你中文在那边讲，啊，因为咱过去过咧看港剧，伊根本就袂晓讲广东话嘛，会晓未？会晓啊，好犀利，敢会晓？对不对？那是叫你跟单位吗？哦，好难啊，就是这种话啊，哦，你加减去看港剧，就几句话你会晓讲的，哦。
你看到自然法在1690年的时候，伊提出什么话？伊这叫做两篇论文啦。你讲什么叫做建户啦？什么叫建户啊？约翰洛克，伊就是用自然法在想，什么叫做建户？建户应该要做啥物事？无应该做啥物事？伊的权力爱伫啥物范围？伊来予人限制，爱啥物规定？伊咧讲这种物件。1690年台湾人咧创啥？咱咧写楼啊，摕皮去甲换物资啊。咱你看咱人已经咧写论文啊，咱查外行，咱查外行。来，咱来讲着这足重点，这定咧讲文艺复兴，这就是为古早14世纪到17世纪的一个文化运动。而且呢，因对中世纪吼，开始对古典的文学有无？因这物件留落来时，因开始去学啊。是咱古早人做会到，咱现在人做袂到。因开始有一阵全民运动啦，啊开始学绘画啦，学足侪物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，即三即个时代学上好、学上多、学上潮的人，就是会产生即个有名的人，吼、哦。里奥纳多·达文西。那你讲达文西是咧指伊的姓啊？咧指伊的姓哦，吼，啊伊的名叫做里奥纳多，伊的姓叫咩？吼，啊川普是伊的姓啊，是伊的名？姓嘛，吼，川普是伊的姓嘛，伊个人叫做约翰 ，John Donald Trump。所以你看，这伊个姓米开朗基罗啊，跟店家。啊，文艺复兴就是把这物件学起来，伊咧衔接中世纪到近代，有一个交换期的。哦，中世纪的思想一直到发展到近代，啊，这物件对古希腊一直延续到现在。你甲看哦，人体里面它可以找到科学，找到数学，找到美学。这种物件点来看，所以对西方文明来看，伊看到这个物件，伊知影讲哦，会来去追求一寡真理的物件，一寡伫这个外靠咱所看的人体背后，它有一些东西讯息在里面，他找得到，伊家己挖出来，美学等等。但是呢，东方的文明看这個，哎呦，不输贵，无钱靠。你知影无？咱天然伫迄种礼教啦，伫迄种体统内底啊。咱天然伫遮，咱着禁即种东方的思想，着禁止咱去探究啦。背后人体的背后有什么？这是数学吗？是不是？就是你讲这样。再来，咱讲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吼，迄历史大发现，地理大发现 ，Age of Discovery。啊，这你也袂晓念吼，你甲分开啦，它叫做 Discovery， 啊，唔通念 Discovery， 啊，你是讲很喜欢跳 Discovery， 啊。海权时代的15世纪到17世纪，这甲文艺复兴差不多时间啊。有无？一个是咧发展内在的哦，思想啊、内涵的啊、精神啊、价值的部分。啊，一个是咧发现外在世界，一个咧问 Who am I？ 伊咧探究 Where am I？ 啊，一个得完全咧探究 Where am I？ 伊去外口发现新的大陆，发现新的人类。但是呢，欧洲嘛，白人呢，伊走来非洲无，历史上咧走来非洲，伊看到黑人讲出来搞啥呐？佫会使教迄个教来教伊出代志，也倒来做奴隶。欧洲今仔有足侪黑人，是因为安尼，对个。啊，即种变作黑人，敢亲像咧下一等的。啊，即种物件，黑奴啦、蓄奴就是饲奴隶啦，即
种文化一直维持足久哦。啊，因到美国拓荒的时阵，嘛拢把这物件拢全部带过来，哦，啊，你嘛就有发展新的资本主义。所以迄时阵开一只船仔出来，迄是咱讲奉即个国王的命令，也是讲奉迄个时阵啊英国国王啊、法国国王的命令，开一只船仔出来，荷兰国王开一只船仔出来，迄只船仔代表国王，但是迄个船仔也是一间公司。所以在台湾的时阵变成什么样？东印度公司啊，资本主义啊，伊用公司的形态派。你经营迄个所在殖民地啊，所以你若想，荷兰时期是荷兰国招来咱家，把咱统治，不是？伊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咱家，把咱经营这个土地，然后取得这块土地的资源，再回去赚钱，你是安尼，哦，你看地理大发现啊，你。古早时代，因甲即个欧洲当作世界的中心哦，所以伊咧讲迄个东方就是以他们为中心的东方家一片，啊西方就是因一边啦，咧叫做西方啦。东方西方，咱咧讲东方西方是安尼做定，啊无地球哪边是东方？你东方一直走，还是会绕回来原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在这个时阵，地理大发现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若出去，你就差不多要死啊、哦！你要拼下去哦，啊，你要冒险哦。但是你这冒险是有回馈、有价值的哦。你冒险挖到黄金回来，你就翻身啊！因为有这种价值哦，所以伊愿意去冒险。啊，这物件咱都爱骑脚车，你看到？伊嘛要去冒险啊！伊嘛可能会摔死啊！但是伊有法度位个山顶个无路个所在，石头仔咧甲徛落，大家甲鼓掌。伊得到了一种回馈，互伊感觉我也要变较快。伊是一种正向，互社会进步啊，互即个足侪物件会发展了更愈好，个一种精神伫内底。伫即个时阵，航海吼没有办法精准的测量经纬度，啊伊拢船仔拢窄拢差个，啊人旧旧个都派去了，啊！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食物储藏不易啊。迄、那个时阵，船仔去哩，物件去哩，你食落去，讲你爱退换啊，你爱退换啊，无你着无通好食。啊，即摆就是，迄、那个时阵也毋是讲柴油个，也毋是讲烟瘾个，迄是咧退风呢。啊，风感着一定爱听你个话，甲你吹起来看，你有可能愈吹愈远呢。所以，即个时阵，卫生条件拢无好，但是。航海时代发现了很多，哦，咱头拄仔讲的，因做侪路线造出来了，才有土地，才有领土，才有大陆啊。迄个时阵吼，就是这种，哦，卡拉维尔帆船这种。哎，这个力学呢，那难看这呢。你不同的帆船的那个帆，同样的风方向，同样的风，后面呢，有没有安尼安尼造啊？都差不多同一个方向，以运用了不同的合力决定船的方向，以及它下面这个、后面这个，哦，这个船后面的这个轨啊，能够帮它转移这个方向，这个舵啊，那所以这说话嘛，这嘛是力学。西班牙统治时期啊，这大家有关系啊。我甲你讲，咱若无读欧洲文明史，无去了解世界史，咱也毋知讲，咱是安有遮侪物件遗迹伫咱内底。殖民主义开始出现吼，自由贸易啊等等遮，有人讲，这个时期啊，大航海时代啊，根本就是带给原住民是死亡和占领啊，可说是一部大侵略史啊。这是看你看你什么角度啊？美国嘛，招来将要安排死的。你感觉伊是侵略吗？美国毋捌看到台湾族的遮尔勇吗？叫台湾族的台死。咱有一个历史的记录。美国较伊甲日本甲台先讲，你遮人台湾人台死。有记录的哦。
这时阵呢，伊走来遮，走来遮，基隆拄着啥物啊？拄着咱地盘走来，咱看到基隆吼，即两字，咱就互中文砍去。凯达格兰，卡达克兰，基隆就是克兰，又一种叫做克兰，平埔族的。啊，伊来遮登陆的时阵，伊要设一个碉堡，你知道无？爱起一个碉堡，啊，迄个碉堡叫做啥物货？叫做圣地亚哥。咱若想讲圣地亚哥，咱欧洲有名，美国有名，圣地亚哥伊嘛是城市嘞。啊，即所在拢有圣地亚哥，知影西班牙伊种船。大航海时代，以船队跑到哪里去？跑到的地方，都可以称这个。不，美国也有啊，一个城市、一个郡、一个县啊，欧洲啊，菲律宾马乌啊，缅甸哦，多米尼加、巴拿马，你从这个地方看出来，他们的路线就是那个大航海的路线，西班牙人的路线。啊，大家拢在造船嘛，穷途啊，所以西班牙。英国、法国、荷兰，那么相拍。台湾有一个圣地亚哥，你知道？三条桥。圣地亚哥，三条桥。你台语，罗马拼音，西班牙人嘛来咱遮，咱个拍。就胖的胖，哦，迄就是台语胖，迄就是迄个西班牙语胖，这种啥上文啊？迄是我袂记啊，毋知是荷兰文还是西班牙文，但是种话啊写袂出汉字的。西班牙。哦、西班牙，上文，西班牙语，你上 Google 找你就打肥皂，然后打西班牙，应该就会拼出那个字。打出来，三貂角灯塔，咱日本时代，咱帝国吼，真正足危险的。虽然迄时咱帝国足勇，迄船啊足好，啊结果呢，大家弄到咱停，啊咱袂使，啊去一个灯塔，讲照，结果尾只暗礁，唔通只围只起来，吼、哦。你看，这个时期。英国、法国、荷兰三强鼎立，爆发了六次战争，一直啪啪啪啪啪。这啪的过程内底，慢慢啊产生出，因这啪了时阵，其实在弄有一款巧妙的动作啊。啊，这啪的时阵吼，产生出一个东西啊，战争该要怎么打，它有一些规矩啊。这不是啪啪啪了就好了，因为伊啪了，伊咱啪了败，表示拢啪无死啊，对不对？那拍死就无，我就拍了败，一直拍。我讲什么？英国普鲁士啊，法国啊，普鲁士就是后来德国，哦，奥地利、俄国七年战争拍一单了。因为怎样？大航海时代哦，一到世界各地哦，都把那些贵金属都给收集回来。特别是咱今麦讲的中国，什么逐摆拍败的时阵，各地赔款拢是赔白银。叫上少问题，因为无黄金啊，啊上贵的就是白银啊，你着存白银上贵，你着来收倒来。黄金早着拢收了，啊若搁来，我要爱你赔，着爱你身躯顶上好的物件嘛。早会走的，着是银嘛，白银。啊早袂走，你无挂我用，叫做土地，割让领土着是安尼，挂土地。你看一下，法国君主专制的制度崩溃，最终爆发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。法国大革命把贵族改建制度取消掉，啊，引平民，产生了新的一个共和制度。法国大革命让法国重生，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。文化大革命把整个文明消灭掉，变成一个更烂的国家。啊，你有知影中国头脑会多好？会多好？他们的革命是让自己更好，啊，中国的革命是让自己更烂。来，咱来看工业革命，工业革命嘛是革命，工业革命之后更好呢？
工业革命之后更好。工业革命差不多几个时间啊？啊，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，啊，蒸汽机都发现的时阵吼，是伫听烧水，啊，就发现诶，蒸汽会像迄个锅盖，蒸汽有力量，水加热之后蒸汽有力量。伫西方人看开，伊发现了一个新的原理，蒸汽动力。结果呢，这种物件呢，伫咱家呢，现在来吹那个小笼包，袂歹哦，我吹给他吃。那是无同款的文化的战术，你知无？人是，吹，咱做一个蒸汽机，咱做火车呢，咱来运送呢，啊，愈做愈紧，愈做愈紧，即摆变高铁。啊，咱是，遐来吹小笼包，来吹那个鱼仔敢好吃，来吹那个水饺敢好吃，吹到即摆嘛是搁咧吹小笼包啊。文化予咱看见无同款的思维在后面，灰了脸来。澳洲的人、英国人，感觉讲会蒸汽，伊来发明一个物件来帮助伊，即、這个动力会当来帮助伊，成为他所用。当然是这个动力可以来做什么？吃起来，比较好吃安尼。所以你这个时代吼，你看蒸汽啦、煤啦、铁啦、钢啦，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迅速发展的四个要素。你要有煤炭、有火，都有蒸汽机啊，都有法度做蒸汽机。你不要有煤炭、有火，你无法度做这嘛。有煤炭甲铁，靠它都有蒸汽机啊。因为蒸汽机用铁啊做的，你煤去炼铁、炼钢，啊，过来做这个蒸汽锅炉，这是有相对。必要因素的逻辑关系的，你看这荷兰，有无？咱看这伊怎样自然的风力呢？啊，伊内底有一挂齿轮机械的，伊会较伫遐咧帮因迄个做迄种拍，毋是拍枪，伊是大麦，啊是讲拍加迄个水加起来安尼。啊，这个时期来遮大航海时代。因为航海时代去甲遮个每一个所在做记录啊，迄拢是相对位置一直记啊。我从遐驶来到遮偌久偌长，慢慢去甲周边的即个海岸有偌济溪啦，有啥物货，甲伊记落来。所以甲咱台湾的即、這个，咱迄阵毋是叫台湾，咱叫佛摩沙啦。甲咱的佛摩沙即个地图甲伊记落来。啊，你看这边拢白白，咱的理解这边应该是拢山啊。因为至少有海岸山脉，有一挂即、這个海岸平原较对，啊太难无。因为伊拢才近遮尔，伊若搁细过，遐较深呢，迄边较深呢，海象较哩无较好啊。风台来拢是即边对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风台来拢即边对个，啊日头起来拢即边先看到个。对不对？啊，咱遮人讲遮号做后山，因先看到咱讲伊后山呢，咱个逻辑有奇怪无？拢是因先对个嘛，即个物件画出来，慢慢啊，着记录落来。后摆个人搁要开船仔来遮，伊看即张地图会较准。即个到底啊，爱着怎判断伊是伫倒位啊？咱头拄仔咧讲个。开始用水力啦，用受力啦。你看咱的时代，人已经有蒸汽车啊，咱台湾了都知影。你会知呢？才有蒸汽的动力的物件，啊，咱台湾了都知影。啊，你看伊这那种水车，伊能把水扭起来。啊，有马车嘛是。咱是即种个有无？足水有无？佮黄金个，啊有链啊，啊咱是茶，有无？啊牛，速跑差偌济？迄种就是我头拄仔讲个，工艺啦、建筑啦、美学啦，物件拢伫内底哦。每一个咱即款三千物件，拢有较早个一挂迄个智慧，甲较早一挂文学啦，毋是文学啦，美学啦、工艺、数学。现在的物件的影像也是都遗迹在上面，
第一台汽车就出来，第一台汽车，哎，这较早伊的前身啊，伊的前身拢都写的嘛，拢含哪车都写的啊，这个东西都一直在转移啊，啊，你看伊这车，内底嘛工艺的美学啦，这点点的，慢慢来愈做愈紧啊。1836年，万国公法，哦，万国公法出来了，哦，这个亨利。伊甲这个物件写出来，这个是美国人哦。伊甲这个物件写出来，啥物意思？大航海时代，伊就咧讨论一件代志啊。我的船啊，甲你的船啊，伫海里烧咯，要安怎算？要安怎赔偿？是要战争呢，还是要有一个迄个咱讲协商？哦，啊是你唔对，我唔对，啊这边那边怎算？啊，厉害！啊，无划线，啊，无讲规定，讲啥物人爱开一面啊？有当时啊是无拄好烧咯，有当时啊是迄个因为风台，还是讲因为海燕的关系烧咯，岸边怎算？万国公法开始咧注意这个物件。万国公法应该下晡会讲到，哦，恁有一节课讲到万国公法。啊，啥物事？咱若是要讲这，都无聊的啊。上课上咧怎做无聊个啊？哦，我讲到我唔介，感觉讲，他会拢咧讲这做无聊个啊，无法度啦，咱着台湾地位无正常啦，啊，所以咱来学这啦。咱若足正常，我甘愿去骑脚踏车啦。咱着是无正常，咱希望咱个台湾会当正常啦。啊，所以啊来学这嘛。啊，因我甲阮一个表兄美国，移民美国，我甲问讲，你敢知这？伊讲毋知。我想讲奇怪啊！啊，你美国人都唔知影，我咧要知这啥物货，无法度。咱的地位即摆状态无正常，咱咧学一款这种，咱过去已经留互伊子孙祖上的物件。哦，我讲方法，伊你有时间会注意。1776年，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时阵来算，到今仔日差不多240年。你若讲美国的历史偌长，你用这个时间点来定位。240天，我请问大家吼，美国独立战争他跟谁打？英国打嘛，对不对？那是脱离哪里而独立？英国，大英帝国。所以你要独立，你要脱离一个母体哦，大英帝国，你才能独立哦。哦，你若上我初级班，应该知吧？台湾要独立，请问要脱离哪里独立？美国，还是日本，还是中国？你去问遐台独人士啊，看伊这问题回答得出来，回答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你问下去，台独阵营就分裂了。有人说中华民国，结果中华民国的宪法的驾驭竟然没有台湾，你们脱离个鬼，对不对？来，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嘛，成为联邦共和国，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。咱即摆讲的民主哦 ，democracy 的是这物件哦。1789年，1799年法国大革命，1789年美国独立，那时候世界的思潮一直在变革，很快哦，哦。这200多年前，很快速的变革，法国大革命，有无？圣女贞德，连女性都出来革命哦，啊，怎么了？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不知道是哪一个？马基亚尼。中国世界的人，哦，那这个帮他，啊，感谢你帮我补足了这一块哦，这是我找到的资料是这样的，哦，你那一块我没有找到，哦，感谢我们那个学员补充了资料。你说他代表美国最普遍的名字？他是那时候法国平民阶层最普遍的名字。哦，法国平民最普遍的名字。啊，
对，他拿的是法国国旗，没错。对，基本上是，哦、只是没有全部放进、哦、所以你说、啊，但是这个人物是存在的吗？他是虚构的。虚构的。后来虚构出一个人物这样子，他基本上是没有的。OK， 好，多谢咱学员咱补充资料哦。我也认为他是真的，因为说传统教育的那个啊，我们一查就他这背后的史料真正的是意义是什么嘛？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物了啊，来。1789年美国宪法制定之后，第一任总统是谁来？谁来？华盛顿。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是谁？啊，都在，是孙文吗？啊，是袁世凯。总统我认临时的吗？我说临时总统。咱是有宪法了后，制定了后才选安尼做总统的。啊，你还没宪法的时阵，你去选出来的是总统啊。所以你观点叫做临时总统。哦，董事跟荣誉董事，我说明白。博士跟荣誉博士，我说明白。荣誉的是多少钱？跟你真实的身份是有差异性的，啊、哦，华盛顿，你若对这个时间点来算，到今日227年，啊、哦，227年了，所以你从不同的时间点来计算美国史，时间会不一样，但是差不多啦。我说有人会很争执说，哦，美国现在的时间，历史到底是多久？200多年，但是美国人不会跟你说我们。大罗马帝国3000年的历史，但是中国人跟你说我们中国5000年的历史，史观完全不一样啊。乔治华盛顿啊，所以华盛顿是伊的什么？伊的姓啊。啊，而且呢，他会被推崇说哦，这个美国开国的这个总统，有一些开始有传奇故事了，对不对？华盛顿砍倒椰子树啊。消息，我来考一下你们的反应呢。樱桃树，哦，然后呢，发生什么事？砍倒之后呢，你爸爸改掉下来，怕沙干，导致他今天可以当上总统，是因为诚实啊。后来他跟爸爸说啊，我砍倒你的樱桃树，因为诚实，然后他爸爸原谅他。所以，哎，诚实的这个价值在美国里面很重要。克林顿性丑闻比较没事哦，以司法来说，他那个是失德啦。但是人家在法官在质询他的时候，他说谎，那是比较严重的事哦。说谎比那性丑闻还严重。美国的价值是在讲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华盛顿砍倒樱桃树，他被歌功颂德是他的诚实。对不对？我们头脑再稍微歪一下，他爸爸为什么要原谅他？如果他手上还拿着斧头，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哦，拿着斧头啊，爸爸，我看到了你樱桃树。”华盛顿正值青少年，血气方刚的事情，你觉得爸爸要不要原谅他？我跟你说，我封建你也是东方思维啊。哎、欸，东方思维，你就会想讲，哎、欸，你爸爸有心机哦，无可能，他也容易原谅他。哎、欸，人西方的文化，基督教的文化，不是安尼。他原谅是真的打从心里原谅，他的诚实也是真的诚实。囡仔嘛是爸爸嘛，想要试看卖啊。爸爸讲这个波头长树仔，等我要试看卖啦。哎、欸，看一个本来足大丛的，哦，伊拿去的长袂长。哎、欸，爸爸，迄带种无偌大丛的，啊种两冬的种，迄、那个樱桃树来试看下。哎、欸，转去啊，啊惨啊！你爸爸上佳的，伊甲爸爸讲拍死我咧，砍倒樱桃树。伊实在是发自内心的诚实嘛。
当然今天跟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也在怀疑啊，干嘛说真的那个故事一样，会不会是也是后人虚创出来的？因为你上过初级班以外，就是那个什么人，那个蒋公看小鱼逆流，有无？哎，看到孙文，有无？伊那小时候跟老师辩解，一块来用创造性的政治人物的故事嘛。哎，到这个年纪的话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从他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说，哎，美国他们注重的价值是什么？1789年的时阵，华盛顿 D.C. 的人口普查局，那时阵调查人口来美国，差不多380,000人。哦，1793年的时阵，国会开始安放了，就是开始批了。哦，1840年，美国那时阵农业国家，1710,000人成长起来，成长起来。农业就是立国的根本啊，没有农业没有用啊，农业才能养活人啊。那时候28个员工啊，1853年黑船来了，黑船是蒸汽船。那时候咱的日本看到这只，惊着，